赵云，我送你。我的车坐得下，我不准你伤害他。凭什么要跟我交往就会受伤？因为你从来没有认真追过一个女孩子。老板他其实大有来头，他是他们家族企业未来的总裁继承人。这张支票你收着，如果你真心对我们家翱翔好，你就远离他，不要离他那么近。为什么突然要搬走？从今以后你不要干涉我的事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让爱飞扬。